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那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来喽，把我们的小手变成花园。然后这是它的花园，它种了几颗种子啊？四颗。老师教你们自己把它贴在手腕上，然后对上和下交朋友，就戴上了。我就戴上了。对，小手挥起来，再小。